只龙油牛逼啊，强力加攻击，龙油再加攻击啊。无级别十二段破血狂攻加减翼，全身的话无级别加满天花与武器150的造型啊，伤害比483国标还爆了24点啊，打了14段保持还加敏啊，三伤一速啊，啊两伤一速都是六段星魂石，六级的气血方刚，2054伤害的69级啊，带超级梧桐挑战一把龙神1466，看看有没有别的1466的宝宝可以对比一下，1430，但是这个带龙油啊。好，我打这个他打那个去啊，我打这个他打那个去。还是随机的，连机还能分成两个单位啊。这宝宝没有正面的技能，全是废物技能啊。但是这宝宝，但是还是挺可爱的，是吧？来，再看这个数据，1300、1500，挂碎甲刃了不算，每次施法都必然带个这个。你看，老老实实的用这宝宝多好，这龙族宝宝就是舒服啊。都到1700了。暴毙2900，这只宝宝挺强。这只宝宝我有段时间一直在看了，就是成长低啊、嗯，然后没有高级吸血，幸运换成高级吸血完美技能。这只宝宝敏捷类似于输出技能，因为敏捷配合龙游啊，它速度比怪快才行啊。这只宝宝攻击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它速度快啊。这只宝宝是你自己打的，不是苍宝哥买20000多的那个，你自己打的，打幸运干啥呀？行，牛逼啊！九技能特殊相当于这只宝宝打成的难度，理论上呢和关照万象九技能是一样的。如果幸运和低级必杀算必带的话，幸运要是那啥的话，就相当于八红啊，就相当于八技能地形打成全红了啊！可以的，给号下了啊！谢谢龙虾哥，下次自己打，别叫我打了啊！